位于山海明光旁的基隆联合事务所，民众排队等着进场参观。这座由旧火车站转型的时代基隆展场，展出七年多来基隆翻转蜕变的关键资料，包括中央这一座超大基隆市区环港模型，以及刚启用的国文广场与正在新建中的基隆塔等大小模型，让许多参观民众直呼收获满满。建模的部分，因为就很立体，让人看一下就一下就可以看懂。整个感觉更都市化，就是整个就很有创意，然后改变很多，就是让我更了解这些建筑的过程啦。对，这里面哪一个模型？我觉得每一个模型都蛮厉害的。我也是第一次来看啊，然后整个更了解就是基隆的改变，然后就看了模型之后才知道是原来这样子设计出来的。在陈博会期间每天都现身导览的基隆市长林佑昌表示，基隆联合事务所展现基隆市政府七年多来如何集结多方专业者，透过行政效能重新赋予港城丘相连的基隆市新的城市风貌，是能最快让国人了解基隆市华丽转身过程的场馆。因此在陈博会结束后渴望予以保留，未来将规划采预约方式开放民众参观。因为这几天的一个活动反应非常好，民众来非常非常的多。那很多民众反映说这个我们的展间时代基隆这边非常的精彩，能不能继续留下来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规划，希望能够暂时把它先做一些保留，那未来可能是采取预约的一个方式，那来做团体的一个介绍跟导览。那这部分因为还有牵扯到相关的一个人力的一个规划，那所以如果准备好之后再跟大家做说明。根据基隆市政府都市发展处方面的统计，城市博览会十天展期，基隆联合事务所每天都有近3000人进馆参观，是国门展区很受欢迎的场馆之一。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。